但是细节部分我想外界解读也不同，我在这边也不方便跟大家报告，我们都有做，谢谢。那么与从电影所说的机密任务，并不是指的是返港之后，而是九号入所营港之前的一个机密任务，他讲的好像是不得不去的样子，那是不是有牵涉到美国或是关岛的行程？这有关于敦睦远航，它是属于一个军事训练，昨天我在记者会跟大家报告啊，那么它是军事训练，所以它的科目除了敦睦邦谊还有学生的教育课程跟实务结合之外，它的军事训练就是在区域的海域做护航的一个训练，跟这个海上的战略的补给线的战场经营，像这一类啊，都在这个敦睦远航训练里面来做，就是跟我们战备台风防御的战备任务是有关联的，但是细节部分我想外界解读也不同，我在这边也不方便跟大家报告，我们都有做，谢谢。